一场可以还是两场？哦，不，两场啊。 我的表弟刚刚结婚，你是你们是没有，他浪费很多嘞。嗯，哦。我上台麻烦了，我要弄我老婆的。
加了一个米饭进去，哦，他们那边吃哦，他们那边吃了，因为我没有叫人家吃饭，因为这第几座？我就我妈没加一层的东西，哦，你看也没还起来。 我自己的人才三个人，所以全部是我朋友。没有朋友，是你跟我讲过的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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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 B 懂了吧？没 B 懂了吧？我不 appointment 了。不知道没？不知道，他的有点难呢、啊。我懒得跟你讲。你还要拿多纸下去拿 B 表、哦？没有啊。你的车的那个身份证啊这些。我跟你讲，我下去了不能弄。哎，找。找的不能找。不是我的车证，你不找证件。哦，因为你如果 next 没有 renew 的。不是，就是因为要上车。啊、对，然后不要紧，我们去那边哦，他们学校里面。我老，人家嘛改变了。哦，他刚改变，可是他欠了那个什么，他说哦，他开了，不是超到十分钟的时间。那天拜六去嘞，塞了两个多小时。哇！去那边跟我们说，你也是不可以弄啊，你也是不可以弄。我老，我靠，两分。哦，看到了。找到了。他们讲十月什么个 VB 哦，现在。不知道嘞，一百块耶，啊，这个月，150，150，三百五，一百五而已，新币没了，新币也是五十嘞，147.5啊，新币了对吧？你礼拜六来新加坡钱是不多，50块哦，50块你没花了吗？马来西亚的政府要从我们这边开到哪钱哦？西北超棒。不是啊，那个做法。你看他很奇怪的，因为泰国那边的 custom 没有 VB 嘛。你要 charge 可以，婆婆你 charge 啦，不用，多多麻烦。而且这个是 valid for 生日礼。哦，啊，真的，我感觉到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像不正常。要给付几天吗？就有的人刷门放假了。有亏过吗？啊？放假亏过啊？没有，他们不知道。我听说人家讲，他们 check passport 不行吗？除非要 check。有你的，你要 register， 你要放你的家里的 address 这样。就是啊，是人家有的不喜欢拿，说你在哪。老板。你看，有些不管了吗？他们不管了吗？他们要卖。上边都是卖给保险公司的，对吧？他连中间的，没办法，我房子有，我都看他家房子买过来。来撞个老板，你是穿那个新的？你们穿那个新的的上衣？那个有点重，是重，你背不起。我这口线好啊。就这样不要不要
我看你在里面有八千多例啊。啊？你要推他一点。我看你有八千多例啊，就丢给你，因为你一定吃得了他的，你都比他高这么多。他高他这么多，你可以吃他的哦，我把他。他这样对我还没拿到手推去。嗯。拜我玩就是帮你们抢球哎，妈的射一射球。还在做 barbecue 啊你，还不快穿鞋到你了。哎呦，哇，他不要拿去，生气啊生气啊，隔壁生气啊。打掉不要拿。啊，他打掉要不要捡？生气啊。麻痹，没有啊，我 Q 灯买了很久，我老婆一直不要帮我买，很贵，他就帮我买一个六块的，他妈的那种风吹不倒的，我叫他不要，然后对去马来西亚看，他有时候介绍一个六十块的，那我老婆在那边摇头，他就马上拿一个二十五块出来了，二十五块我给了八块，买不到。而且你那种 online 买的，你看不到我了。有时候他们很厉害，他们拍到好精精大那个哦。你如果没有去读他的，你太骗人了。
比较多。色啊！有病！哇，因为每个人拿的是色。哎，很熟哎，你是双鞋？啊，你熟这什么？真的吗？多少？很纳闷。是啊，啊，你买多少？80。80啊，好像对了。我去看那个秀，好像也是60还是80啊？60。啊，好像忘记是60还是80啊。我看到至少。那是旧的啦。旧的啦。OK 啦。我们有的 size 我还对啊。10到14号嘞。你是 online 买的是？Under Armour 的 online shop， 我不知道 sales 啊。因为那时候我鞋坏，因为我在 split。哎，他是双美是80我要买的。啊？你看那跑，是双美。我去的。I'm good。你看啊，你拜六早上啊，你去拜早上去啊，还是拜六晚？拜六不可以，拜六要 member 哎。我不懂。他拜六也是给 member 呀。你是看到我的波士是什么地方？不懂，应该是我也不懂，应该是 FB 我有放了，可是。